Hello，从这边出去。Hello，晚上好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刚好直播完，不是，回家路上播一会儿，凑凑时长，现在还在地下车库，可能信号不太好。这个月时长告急了吗？目前还没告急，但是月初多播点呗。谢谢抱抱我在，谢谢大大大菜菜。好久没吃晚饭，不是，好久没播户外吃晚饭了。蛮黑，因为已经晚上了，因为那个光线有限，没办法太亮。哎，师傅，我问一下，这出口怎么走啊？晚上好，谢谢温柔强大的小宇宙。我也没想到，昨天刚玩了《你画我猜》，今天跑到人家官方直播间也玩这个。离 窗户近一点亮是吧？吃了吗？吃了，直播前就吃了。
房顶光，只有顶上有光，之类的。哎呀，还在转圈儿，有点晕。看来当不了赛车手。看到他们在那画那个小米全家桶，感觉昨天有人也这么画过。啊，等一下，这儿信号一般。啊？哦，还卡吗？离谱，手机60%多的电，提示我电量低，出 bug。不卡了吧？出来了，现在在外面，应该不卡。不播了，就路上播一会儿，回去不播了，回去睡觉，明天要早起。谢谢甜心、王中、王宝宝。自信 say hi， 来自周六往返6小时，终于见到你，又被你绕开。抽互动还在高铁错过了的预言家兼整理大臣王中王，这么长的抬头，谢谢。我真的只讲两点。谢谢微加咖啡不加糖的告白气球。这糖们还单单月初就要不吃场，没有，就是吃不到饭。谢谢涛子奶酪，涛女鹅全体支持主播赛车手的梦想，就随便一说，这东西。可不是，也就想一想吧，这不是想做就能做吧。类似于，对吧？我说的赛车手是 F1 赛车手 ，F1 赛车手，到现在不是中国也只有一位 F1 赛车手。跟我说我要去 NBA 打球差不多一个程度吧。谢谢什么？一扎什么什么味儿的咖啡，我喜欢低咖啡因的咖啡。
谢谢桃桃乌龙包，说着一堆听不懂的东西。我也不是很懂。谢谢抹茶可可宝宝。快9点了，北京因为晚高峰还没结束。谢谢抹茶可可宝宝，玩你话我才想到昨天的生菜菜了，真是瞬间想。他们也对啊，没给我一个机会展示我的灵魂画手的画工。哎，但如果那个能互联的话，像这种用 Pad 画画应该比较好画。电脑上用鼠标画很难画的，在 Pad 上用手画应该能好很多。谢谢 Level D 文化人啊，请已留了，还有注意身体。我现在用手机播，我可能那个礼物看的不是很清楚，就只能尽量的。谢谢 Joy 的816。主播看不看 F1？ 嗯，我觉得在电视上看比在现场上看，现场上那些车都是嗖嗖嗖，电视上看得更清楚一点。谢谢谢谢呢，下午考试了，好，祝你成功。谢谢白宇四周。家人都是米粉，可以可以。那你们应该那个第一个题应该一下就能猜到吧？他要是在上面写一个什么什么 KFC 之类的，我可能就能猜到了。那个看了半天没看出来是什么，可能不能写别人的。别的牌子吧。心动捕手，飞驰人生，啊！谢谢冬雨，今年20岁，生日快乐。谢谢婷真呆呆，5号生日快乐，实习顺利。谢谢条姐姐的告白气球。不是涛涛吃饱睡好健康自在，也一心向北北宝宝，可是画过探索者起航的，相信自己的画工。谢谢波浪浩涛，
写温温宝宝。主播忙着赶市场，我忙着答辩、实习、考编、考专八、找工作，好，顺利都顺利。谢谢数独的变形。天气如何？回南天，地板滑得快可以溜冰了。这边还是羽绒服，但是刚才现场很热。然后，那个衣服穿厚了，衣服穿厚了，然后就疯狂流汗。你那个带绒的那种西装，很厚。谢谢于明宝宝，谢谢可丽脆脆饼，红利很热，而且我本来就爱出汗，然后衣服穿的也厚，没猜出来的时候慌不慌？那有啥慌的？那有时候就是猜不出来。但我一看他画那些产品，可能跟品牌有关系吧。谢谢大齐宝宝，谢谢波浪浩涛，谢谢萌萌萌萌，谢谢 Joy 的8816，谢谢是 Taurus 之君宝宝。姐姐姑姑想早睡。今天向大学的帅哥教授，谢谢宇宙无敌鲨鱼战士，辛苦啦！谢谢拉斯不知道。也滔滔都都被马轩回复，天气是好是坏，确实。谢谢冰激凌宝宝，主播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待会儿要不要来个夜宵？不必了。
太晚了。你是不是很怕热？对，我就是很怕热，我也很怕冷。谢谢 RLUC，谢谢 YUJV。演唱会门票大概什么时候开始预售？快了，快了。谢谢新仔仔。谢东兔东东。镜头放低特别难，放低，就是我要看弹幕呀，各位。而且在车上很累的，还有这么举呢。谢谢小史天天爬五楼。为计算机考试加油！谢谢零度，今天也开心。建议主播大衣金丝边焊在身上。对，起司奶酪兔，谢谢一颗水蜜桃。我可能会漏 SC 啊，刚才灯照的显得你的发缝两边像调染了一样。谢谢随缘吧。随缘吧，谢谢 Randall Princess。谢谢是冉冉，不是冉冉。收到研究生录取通知书，祝你能收到，谢谢 Lanuti， 谢谢，谢谢涛涛，你最棒，谢谢老爹便利店，明天不播，明天不播。这净小鱼不能吃，下次未雨绸缪一下，随身带自拍杆以便直播。主要今天结束的有点早，原本以为要9点什么的才结束。没准备，原本没准备户外直播。
下车就不播了，就路上播一会儿，大概半个小时吧。天气是不太好。谢谢记忆铃铛宝宝，上线一周年了，啊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藏西雨薇，主播一定是因为心里有我们才开的直播，绝对不是为了凑时长。你说的对。谢谢一只大大大大的鱼呀。想看你玩《植物大战僵尸》新出的版本《胆小菇之梦》。《胆小菇之梦》这是什么？刘晓松？谢谢阿毛大帅。刚才看直播是抱着试试的想法，中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哦，可以哦。恭喜你！谢谢3080跋扈，啥时候再来山东淄博？啊，淄博烧烤。谢谢 S O O I H， 什么人？你这文理选科你没成年吧你？未成年不要消费。未成年不要消费。谢谢的小钳子，展示一下完美侧脸。正脸已经看腻了。这原味赛博废料，以前上早八怎么爬起来？早睡就能早起，晚睡也能早起。谢谢紫瞳梧桐姐姐，明天都惊蛰了。谢谢面团呼噜的萌兔火箭，谢谢。谢谢影彻陈西林，有没有机会来江西？有吧，谢谢外的本物。那边是吗？这边一下子变闷了。北京还有湿的时候吗？干的我嘴唇都快裂了。我的模型价值又物理性汗流浃背了。那你肯定是在南方。
谢谢青柚是个柠檬，谢谢科宝公主就爱可，谢谢小猫困包，谢谢且共从容甜甜宝宝，谢谢的小钳子，谢谢昨天凌晨昙花开了。谢谢 Rainy Rainy，装的好看的角度太任性了，不是？这自拍不就这水平吗？美的角度条件有限。谢谢小圆圆，通过现场直播赶上了户外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谢 Randall Princess 的告白气球，完美侧脸来了，完美侧脸。谢谢木木宝宝成功上岸。睡就能早起，动都能，但是怎么早睡？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不是一个作息、生活习惯的问题。能晚睡，为什么不能早睡呢？谢谢夏天不下雪。谢白月光上的小王子，回家以后能不能把摄像头怼脸上过？那我怎么打游戏？谢谢楼月呀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谢谢 Rainy Rainy。直播条件有限，自拍肯定不是这条件。就是发个自拍为自己命名，自拍是水平问题，自拍也就最多这样，伸得远一点而已，伸远了我看不到弹幕。谢谢想养一只三花，谢谢 An Archer，谢谢栗子鱼姐姐，嗯。谢谢穆勒淘淘宝宝，晚上好，我们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，嘿嘿。谢谢小宝贝的大宝贝的我心永恒，我心永恒。谢谢舒婉，广东回南天有92%的湿度，那有点太潮湿了吧。
谢吧，谢谢来吧科学的奶之王，谢谢。谢谢岁月之海，家里这边又热又湿，受不了，羡慕北京的干爸爸。啊，现在就很热啊，现在能有多热？也踏踏吃饱睡好，健康自在。意识到本早睡人，今天终于可以实时看到主播下播了。那你睡得挺早啊，快，你跟刚才那个朋友传授一下要怎么早睡。谢谢福福，超级有福呀！入睡困难加一点点声音跟光都会醒，早睡不了一点。那你这是也没让你在太阳落山之前就睡啊？还是哦，有其他人睡得晚，然后我也有这样的情况。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是，要是室友睡得晚的话，我也没办法早睡。所以，基本上就得最后两名躺下，不然也睡不着。这种可以搞一些什么那个眼罩、耳塞之类的，或者让宿舍里面的其他人声音稍微轻一点。谢谢 YUJV，把手机放前面斜下方45度自拍，这样是吧？谢吃葡萄不吐葡萄籽，谢 Heartbroken Mint。我近视度数深了，哎，我戴眼镜看手机都看不太清了，因为散光太高。散光高的隐形眼镜是要定制的，就因为一般的隐形眼镜是没有散光度数，所以它是拿那个近视度数换算就不准，戴隐形就看不清。我散光也高。谢谢小红红 Little Red。广东和南天可以平地滑冰，还可以在墙上画画写字。天哪，那走路得注意安全。谢谢风月不解饮。嗯，结婚也不接应，学业进步，学业进步，那你早睡好，早睡早睡早起，身体好。谢谢这个 Edward。很热，而且很湿。哎呀，那在家待着，别出门。谢谢涛涛，吃饱睡好，健康自在。传授一下，就是9点半做好准备，然后拿起一本书。嗯，可能真的管用。看书看一会儿就困了。谢谢左左左小仙儿的我心永恒。晚
睡晚起党，贝贝大学生要每天早上6点半起来跑2000米，哇！那你可以当猎人，写黑白色朱密不是熊猫吗？刷手机，谢谢小圆圆，坐后座完全看不了手机会晕乎乎的，我还行，但也一点点吧。刚才在地库里面转了几圈，有点晕。谢谢说果卓尔，幸运男神，上次中了推广小米手环，天天被抽中上台，刚才又中了移动的蜜桃盲盒，这么厉害吗？中奖体质啊，你这是。行了，我就跟大家聊一会儿吧。要下播了，各位提前晚安，下回见。拜拜。拜拜拜拜，晚安。晚安。